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拍 MV 的日子。我们今天拍的那首歌呢叫做 Louder。 其实 Louder 都我想录了一段时间，其实都一直很期待想拍一个 MV， 吹首歌给大家去感受。很开心今天终于来到这一天，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 setup， 其实就相对上简单的。其实大家都经常说，因为你拍的东西越来越简单，即越来越 minimal，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的 style 不断在转变的。即可能之前会是比较多剧情，但现在我会觉得反而首歌的个感觉是怎样的呢？咁然後就將個精髓攞出嚟就夠。咁所以所謂點樣簡單法咧，大家可以睇下我件衫就喺度，就係咁啦。你話咦？咁你啲團隊人員就係咁啦。咁當然啦，有化妝師啦，咁髮型師啦，咁不過冇喎，就係咁啦，就一個 outfit 咁樣就完。咁啊，我都不知道怎樣介紹什麼給大家，大家可以出去看看我們今天會做什麼。那啊，主力其實每一次我用的 crew 都是差不多的 crew 啦，然後都是夾了很久的朋友啦。所以其實整個 concept 都會是希望大家可以 focus 到我的音樂那裡啦。所以大家其實可以見我們其實是 rig 了很多不同的燈光，因為今次首歌是一個 trap 的底啦，所以我反而是想將一些不同 arrangement、不同的 accent 透過燈光去給大家感受到首歌是怎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吊了一個很大的 light box 在這裡，其實是特登整的，因為其實是沒有一塊這樣的東西。然後上面有很多 program 的燈，其實之前那幾晚就是跟燈光師 Carter 一起在這裡 program 不同的 Q。 我想今次的 MV 大概有300條 Q 到，所以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 MV。 我過去準備先，今天的主角。咦，这个这个朋友你有什么感觉呢？在这里在奔赴约旦之前拍一集属于自己的片，常识来的。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其实我这么多首歌每一次呢，大家都会見到佢，因為佢先係真正嘅 YT， 我只係一個替身。你睇下佢坐個樣，有 feel。而家係1.26.2啊！1.26.2。咁你試下1.25.8。哇！順利啊！係啊。咁個變化好似可以做翻啲。我哋依家喺度搞緊燈嘅 Q。但是我哋講緊同燈光師一起玩緊零點幾秒啊，定係0.0幾秒？咁所以我哋希望盡量每一個 lighting cue 都係食翻嗰個音樂嘅 action， 去俾大家我稱為睇到個音樂咯。咁所以大家可以 feel 呢件事，係第一下由白轉紅嗰一下。Check。咁我哋依家去到4:30鐘啦 ，set up 到我諗5-6啦。咁啊，我哋仲要搞埋啲on set 嘅 adjustment 啦，一啲燈嘅 variation。因為你喺 program 嗰度 set 係一件事，但係去到真實環境，所有嘢個效果係另外一件事。咁所以我諗我哋都仲要花多少時間去 fine tune 呢啲位置。咁啊，不過頭先 preview 咗少少，我覺得個效果都係好理想嘅。咁所以我都好期待出到嚟個感覺會係點，所以大家敬請期待。
咁我哋啱啱就拍完第三 take 啦。咁我估一系下一 take， 一系就多一 take 咁就完。咁所以唔系四 take 就唔 take。咁所以都摆咗好多 energy 落去呢几 take 嗰度嘅。咁所以想讲我嘅 production 都系开心嘅，大家都好 chill 等收工，所以期待嚟紧嗰两 take。Good， 可以，中意搞卡啦，冇放啦，卡卡，啲搞掂 ，Thank you。嗱，我哋依家就拍翻啲 random 嘢啊，唔好意我哋終於嚟到我哋嘅 MV 嘅尾聲，咁所以今日就完成咗一個都係 one take 嘅拍攝啦，咁亦都再完成埋一個 remix 嘅版本，咁希望大家會中意今次 Louder 呢首歌，係一個我好耐好耐已經好想完成嘅一個 concept， 就係用啲燈咁樣去玩一首歌，咁所以希望大家會中意今次 Louder 呢首歌同埋個 MV。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